欢迎收看黄昏天气节目，我是庄思宁。从卫星云图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香港附近仍然都有不少的云架，今天望出去就没什么阳光了，不过温度也有所回升的，下午有些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上升去到20度或者以上。如果跟昨日相比的话，大部分的地区都比昨日高了3-4度。預計東北季候風會在週末期間逐漸緩和，我們的氣温就會有所回升了。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多雲，今晚和明天早上仍然是天氣清涼的，市區的最低氣温大約是16度，新界會再低2-3度。明天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大約是21度，吹和緩的北至到東北風。展望星期日的气温还会稍微再上升多一些，天气比较和暖的。周末期间的天气没有之前这几天那么凉，而且也有些阳光，大家都不妨考虑出去走一走。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再见。